这个德国突然就对我宣战了，我感觉他没，前面没什么兵，我们去试探一下。趁德军还没集结，先包掉他一支部队，然后其余部队可以撤退了。这些国家要签的东西一概不签。包掉之后立刻撤退，立刻撤退。先白嫖德军一些部队先。趁德军不注意，先吃掉他一波。然后后面新造的前线师。可以新招一个指挥官来统领一下。我这个部队防御是有进盾的，所以他打我是血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开始偷德军的装备。我们已经开始偷德军装备。好，华沙陷落了，我们现在要开始收缩防御圈。先沿河而守，叙德海的话，这些东西没什么必要，浪费我政治点。德军这个是在 AI 是在等作战计划，所以现在不会猛冲。我现在完全可以先点个这个。现在开始部队有序撤退。看看能不能在弗里斯兰多守一会儿。好啊，这个德军进攻有点快，我之前这个叙德海这个点慢了，可能后面就来不及点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就先放着吧，就先不要了，反正迟早能反攻的，先困守个一两年吧，这边就不要了，然后部队有序撤退，撤到好位置去防守。
然后我们把这个洪水线点加50%防御，不和他纠缠，直接撤退。国色被取消了，那我们就去点这个现代化步兵装备。